唱歌会谦虚，有人唱歌来冷机机，有人唱歌真臭屁，有人唱歌抬去倒去咪。唱歌会大嘞咪，巴肚时间吼，咱都会看到两位老师伫这呢哈，轻松加大家讲安怎来唱好歌哈，掌声欢迎吴顺华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吴顺华。 黄明洲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明洲。哎，为什么你讲话都会破哈、啊？哦、喔，是哈、喔，哎、嗯欸，真的还是我刚刚的距离没有调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帮你调回来就好了好哈哈。他还要第二次。好了，我是周伟杰哈，OK 哈，叠叠江哈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创作哈，在从创作的过程里面，金嘴光。哈都给了很多歌手来唱，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是杨泽的歌曲《心丁丁念》啊、嗯。 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不会跟着我的节奏呢？我来载气啊，我来气。心、喔、中影、啊、对，嗯，哎呀、欸，我当先我那报歌哈，哎，报袂清楚，听上去卡定来讲，哎，都在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對？是哈、哦，你到这最好。我一个朋友伊做迄个证券哈，哈哈，伊讲一都一个趣味哈，就是外省背背哈，哎，以前嘛讲背背名，背这个歌名来讲。我要买。 我要卖台积电，到底要要买还是卖？听不出来呀，老 baby，香烟很重。 我跟你讲，我要买台积电啊哪！哪你到底随便买卖,卖<笑><笑>、哎？真的，真的，好,好好好，你听没听错的？要求证一下哈。哎哎、你是要卖还是要卖？我就是跟你讲，我要卖。好了，哎，好，不管要买还是要卖哈，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点点挑战哈，因为它是一个男女对唱的情歌。嗯，嗯那怎么样叫做挑战呢？来说一,下第一个，他的把位有点高了啊。我们看好他都。 到拉所以十三度，嗯哼，那十三度的理论上就是比较适合男生的把位，你好好唱；女生的把位你好好唱。嗯，那于是话又说回来，十三多的歌较如果一两个人轻微微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哦，对对对,對,對，哦，所以咱就讲了，讲男女合唱的歌曲，嗯、你一个人要唱，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这首歌曲的把位有多大。嗯。 如果那是十一二度还可以接受。嗯，十三度你也卡矮叫啦。诶、欸，真正吼，尤其是咱有当下咧看这个老师的写歌吼，嗯，现在都。 也必须要顾虑这一点哈，要不然的话，不是哀哀叫、嗯、哦，就是低低的太低不下去、哦、所以你听起来就公猫，哎，那是情歌对球吗？其实黑是不论是几种单人唱的歌曲比较适合了、嗯。嗯嗯。好，那我们既然是情歌对唱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我们还是要写呃解释一下，我们邱红云老师讲这首歌的一些意思，好不好？嗯嗯哦、这个两个人对话叫情歌对唱，我们渣给我说三歌啦，有没有？ 哦，山有你一句我一句啊，对面的人就归山歌啊，那个那个采采茶歌了，哎哎哎，嗯，对，弯得呀，嗯嗯，哎，这个就是以一句为一句嘛，所以老师在讲心中音乐艺术，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其实他大概也是讲说付出了，你看第一个，爱几人唔免讲条件，啊，婚礼每当爱过那四名，那有时候一面讲又一面又有点挣扎，那。 有有点惋叹，哦、呃，又有点期待。嗯嗯、那女生听起个人刚刚受拖磨，混伊不知痴情的心肝。因为咧刚刚讲啊，是你误会我，我是原来又个安怎？而且有时候歌词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的。 来来做一个情绪上的一个互动啊！其实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我哈。对，或者你的感不是说，哎，你你你你怪我，但是像是命运的安排啊，是环境的阻碍啊。你的想大一大概是按那的气气氛嘛哈。无奈无奈，哎，无奈情无奈一样的嗯，所以这样子对来对去，然后创造一个主要可以合在一起。对对，我的话不要，爱呀，听。 塌落来就是天塌下来嘛，咱最顶搭哦，最后还是要在一起。山崩地裂，咱到咱来最伴。世间千万最烈样，天边海角到顶行。所以，人心怎么样？对人心怎么样？来，我问一下吴松老师，像我们有这个叫做这个合法的，哎，这叫谱吗？合法的谱在哪里买得到？在卓著出版社。卓著出版，卓著出，卓著出版社是全国最。 就是他，他有登记立案的一个音乐的那个出版商。哦，那他是专门出音乐的，专门出音乐书，嗯、也有胡琴的，也有古筝的，也有小提琴、长笛的，都有。卓、哦、著,著哪两个字？卓著,著，卓越的卓，哦、著就是。 著著作的著作的著，卓著出版社音乐出版社，上网也可以搜寻得到，上网可以搜寻得到。好，那喜欢唱歌的朋友哈，卓著这边都会有这个正版的正版的歌谱啊歌谱，所以你不管是要对外演唱、要演出的时候，可以带着走，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好朋友啊，呃，要呃谈谈唱唱的话，都可以看这个谱，对不对？可以直接上网购买，嗯，上网购买就可以了哈。卓著哎，去买到我们原版的谱是。那今天这首歌好多心中印》嘛哈。 男女对唱嘛，来，我们一人试两脚，一人试好几脚。黄 <laughs> 明洲老师示范一下哈，<laughs> 嗯。嗯 啦，当月羞拖磨，分点在痴情的心肝，啊，我的爱，千般的疼痛，关怀的心，一世人袂变卦。啊，天塌落来来做。 我甲你来做伴，心间情话做你的影，天边海角啊到边疆，天边海角啊到边疆。 今天十三度，几人要唱卡西罗哈？对，那我那这样子吧，哈，我们就在这历史历史上，老师，十三度开瓜咱爱安娜注掉，什么意思？十三度嘛，我说我要唱一个十三度的歌，我要开什么样的 key 比较适合我去诠释？呃，C 调吗？哎，不是，啊，这样我来讲哈，嗯，比如说十三度的是陶威尔小九这里，嗯，你要稍微高一点点，低一点点来辅助，因为十三度的歌哈。 你为着高音要好唱，你是不是给音爱吐落去？对啊，你的低音就会很加落啦。哦因为很很低嘛。哎，好专业呢。但是要是我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低音要好唱，是不是要往上浮？对啊，啊，对你的高音都抬低啊。嗯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为十三度，我一定要把它唱的时候变成你高一点点，低一点点，把它包起来的意思是安呢？ 哦，你说个人要唱对，个人要唱对，一个人唱，个人要唱的时候，你俩咋啥都瓜？因为有十三度的歌不一定是男女合唱，有的歌还是有十三度。有啊，我常写啊。对。哦，啊，所以光你俩他的又不是我唱。那哎，会唱歌人，对，你看萧煌奇的歌哪里在管？对对，因为他高音唱得上去，所以他低音，嗯，低音是可以 cover cover 的，但是他高音是要跟上去的。好。 哎，宋老师刚刚要补充什么？嗯，如果是我这个十三度或十四度的话，我会看低音比较多还高音比较多。如果低音比较多，我当然就是升 key 啊。那如果像这首歌高音比较多，新中要高音比较多，我就会降 key，我就会牺牲低音，然后用悄悄话的方式来唱低音。悄悄话，对，哦，说你哦,哦，悄悄话来唱低音，悄悄把它带过。 但<诶>你高音如果你生气的话，哎，那个就会有哀哀叫的声音。那个我就不喜欢，我会牺牲低音，然后把高音唱的比较好听。把那个音唱的完美，然后低音牺牲掉。 哦，悄悄话。哎哎，这个是叫安全牌哈。我是要用安全牌，全牌要我以我我要用安全牌。嗯、要是以黄明洲老师對，他喜欢高音，要唱的很很很对，很有个性。对他喜欢亮，他喜欢高音表现。 对，所以变成很多音都会爱着。跟个性有关系。没有。对你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，我知道你在形容形容我很低调，然后很保守，我知道。好低调，好低调，哈，越低调越好。嗯，那我说真的，哎，我刚刚一直在讲杨哲，他杨哲跟谁唱啊？杨哲跟邱云子。哦，OK 了哈，这个我们常常在讲，说是情歌对唱总是有男主角跟女主角，嗯，刚忘了介绍邱云子，拍谁拍谁哈。嗯，好，哎，今天说到这里。 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对情歌对唱另外有一种不同的想法？如果你干嘛继续挂情歌对曲今后天啊？那你要个人来唱的时候，嗯、你就调一下 key 哈。<对>那刚刚两位老师已经说了各自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哈。但是我认为都是在于取决于这个歌手本身自己的条件。对的，对。哦，嗯、你如果觉得你的条件是高音可以很亮。 那你就不用考虑标吧，对呀，标标啦，标吧，对。啊，如果你觉得说，哦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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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好 g g q，怎样拍一天啊？我们要选择吴声浩老师讲的，哎，你这个牺牲一下，对对不对？牺牲低音，哎，好好来去表现他哎，很舒服去演唱完这首歌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听杨泽跟邱云子的这首《新丢呀》。